关系，我是美味关系的男生版、啊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小奥以前是什么的？海军舰里面168舰队，5拐8踢，枪板一兵，曹军伟。哇，好长啊！台南防空炮兵指挥部本部里的一兵蔡宜宏，然后我是空军85T，宪兵中的515机次。小美听说这是今天，这是你想的，今天是要来做菜是不是？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女生做给我们吃嘛。哎呀，对，然后有道理，我们要回馈一下。对，重点是因为他们没当过兵，对，他们说整个当兵的营区里面，我们大概吃什么样的料理？对啊，每次拍军中他们就说啊，好像还好啊，好像还好，对对对，还好嘛。哎，那你们那时候菜是都长什么样子？海军的伙食应该算是三军里面最好的吧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船上，然后基本上船上200多人，然后每次要吃饭的时候就去那个，他有个餐厅，然后就把费摆出来，把费把费摆出来，然后基本上都是三菜一汤，什么什么都有啊，不止三菜，很多。我比较像偏向小这种，也是偏爽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有双主菜，基本都一个泡两个泡，很多啦，就大家都是去那边工作，机敏单位，所以基本上不会吃太烂的。那你呢？你别说了吧，就别说了吧。那时候新训的时候就有点恐怖，新训真的蛮烂的。陆军是真的，海军新训也蛮烂的。那时候进去，然后那时候我们营长人好，对，他想说啊，新兵来嘛，一定会很紧张，他就帮我们准备那种各种口味的馒头，因为我是那个叫什么打饭班，他先下去做，然后那天弄一弄，然后营长就来看看大家伙食，看看突然讲，我干，旅长来了，旅长走进来说，这馒头怎么回事啊？然后营长就。没有，我想说新兵不适应啊。嗯，然后旅长就说：“战争有得选吗？”哇！我靠！旅长，我想吃黑糖的。新兵进去前一天太不习惯了，吃不太下去。对对对对，后面都操到了，连大便都吃进去。真的是这样，就馒头都超好吃，因为你真的操到真的累了，你就是会饿，会想要吃。好啦，不过现在说这么多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你是要做新训的料理吧？对，你们要还原新训的伙食，对不对？你看新训真的离我大概有10年呢，我18年了，我靠，我退伍都10岁，我18年呢，大学长在那边的，你新训那时候生一个孩子，现在已经大学了，傻眼了。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？那个很会发光的，深刻，荧光荧光咖喱啊。因为我以前是打饭班，然后洗那个餐桶是最痛苦的，真的洗不掉，撸不起来。炒菜嘛，基本的。我这边有了，这边炒菜。哦，这是什么绿豆汤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对，甜汤啊，炸的是不是？鸡翅吗？这是鸡炸鸡翅。主餐是这个。哦，太干了吧！好久没受到这种待遇了，天哪！好屈辱。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做这个厨房的，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太出来。小饼有这个经验？有，我帮厨而已。我选主餐好了。哇，我这是很难的。我觉得主餐需要我再扛哎。哇，交给我吧。让我这个烤那个青菜。怎么烤青菜？而且这个青菜，青菜我一定要最后，因为怕它会那个。对，那我就荧光咖喱了。好 ，OK。需要先带我们，需要你要我们做什么？对。我们其他就当你的帮厨，帮我 Google 一下炸鸡翅怎么做。好，手机拿出来，小朋友被惊吓了，没有看到手机。我是觉得这样子啊，因为那绿豆汤要花比较多时间，是这样，我们先来煮这绿豆汤。好，是，好，那个蔡一八，是，小决定，小决定，蔡一八，帮我倒水。豆子要放几颗？豆子放几颗？就放10颗吧。10颗好。今天很多弟兄啊，躲在那个树后面拿枪在那边等。对对对。我们下部队的时候会跑那个东西，都在躲在那边等。你也来了啊？小王有煮菜经验吗？我上一次做菜好像是前天吧，就是煮那个维力炸酱面泡面，这不叫料理好不好？热水下去就结束了，很讲究好不好？很讲究，我至少还是木要那个拉面的那个，还要煮汤。啊，你汤这么多啊，豆子这样子，当然了，你要真还原呢。对啊，31块嘞！你第一天有得煮，后面没东西煮你就完蛋了。真的完蛋了。以前的鸡翅有这么大一根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大概只有这样子吧。这个鱼是有敷乳液是不是？就吃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啦！怎样？菜价是什么？菜价很贵哎，太多了啦！你要被骂了。小敏同学，就是我的同学，他的学弟，蔡一八，开始在煮那个是绿豆汤怎么煮啊？绿豆汤就是绿豆水汤。那那个蔡同学，是我蔡同学，学长，学长，这个鸡翅要去头去尾吗？学长怎么会？我感觉这种奇怪的问题，我不知道。那个马铃薯，我去洗一下，削个皮吧。好。
啊、这个削，我们里面没有在削皮啊，没有在削的吗？这没有削，这个要削吧？是吧？有了，还是有了。皮要削，要削啦！你要倒在哪？应该是倒在肌肉上吧？哦，直接这样倒这样撸哦。对啊，应该是吧？这么随便啊？是要腌吗？就是这么随便，随便是你说的。我们看我们店就很辛苦了，我跟你讲随便的吗？不随便，对啊，随便。那我先切个蒜头。学长真的不会做菜怎么办？学长，学长，你还挑一个最难的。这个没有最难吗？我再继续切，我继续切。学长，你不要让那些没有当兵的这个老百姓呢，影响到你的想法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對啊，为什么要切？不知道为什么要切？你不是要腌吗？我们赶时间，不赶快切一切，那没办法入味啊！弟兄吃的不开心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外面200弟兄在等你们，你们怎么吃啊？吃晚餐没有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看卤不用切吗？是人来炒菜的，是我学长还是你学长？我要腌还是你炒？学长都是这外面都是这样做的啦，要顺手啦。这样有腌到吗？这个太少了吧？我在按摩他。哎，怎么到底怎么腌啊？其实我没腌过。这样子。完全吸进去，完全吸进去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学弟，削太久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学长有话跟你讲。哎，你是不是削太久了？啊，你会不会削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这是什么？完成。学弟是不是把肉削掉啊？这个怎么看起来那么小啊？越变小啊？对啊，懂不懂削啊你？对啊，学弟我花了200-300个，你削这四个越变越小啊？还是这边再做一坨？哎呀，没有，我靠，懂当兵的你，不懂啊？是这样子吗？现在做炸薯条了，对啊，炸薯条了。哎，学弟，来，或者你的主场秀，看你怎么做，看你怎么做，我想知道。先切块，先切。学弟，那个还有葱的那个蒜的，你可不可以稍微剥一下？哎，这谁？谁啊？跑谁？你还问是谁？谁啊？如果不是学长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吧？是，还有谁啊？哎，学弟，你这肉太大块了，学弟。我刚刚发现，我马上在对切，马上对切，懂吗？懂。腌点那个盐，它水分不会跑掉。哦，讲究哦。靠背，靠背，学弟，靠背是三角。没有啊，靠背。学弟，没有。酒酿型它会混合，对啊，酒酿型。捏一捏就看不到了，盐巴会锁水。对，锁水。啊，锁水。真跟大家分享一下煮绿豆汤哦。有。我爸教我的，怎样？我们做煮，你要煮到那个绿豆那个中间的壳爆开，哦，不要太爆，太爆就是煮太久，就刚好爆开，那个绿豆最好吃。哎，怎么有一个拉丝味？哦，哎，把这倒掉，学长，学长，全部的菜混在这里，学长，太久没有开这个瓦斯炉，有点危险。我可以下了吗？怎样？你要下了吗？下了，下了。哎啊啊啊啊！上来一块，下我一块，没有人这样子下的啦，学长。这是蓝雨吗？试试看这三只哦，这样炸到怎样才算熟啊？下，没有的你试哦。怎么那么快啊？我们煮的时间快到了，快到了啊！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，可以吗？没那么快啦，没那么快，肉还没熟啊，不要，还没熟啊，没那么快啊。哎，你还是管我们学长哎？哎呦哎呦，怎么又有老百姓的声音？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下，说，干鸡上面有毛哎！下，你快走，干没有漂漂。下。哇，这是乌骨鸡哎，乌骨鸡啊，黑毛哎，对，哦哎，像有点超回来的味道哎，我闻到，我闻到，先把鸡肉煎一下，哎呦，传说中的荧光咖喱啊，我靠，是这样子在做的，荧光咖喱哇太多了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做的，这样做吗？他不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下了，不然没味道了。不然没有荧光色啊。味道也太重了。跟大家那个科普一下，其实荧光咖喱或荧光是这一罐啊，姜黄粉啊，姜黄粉这个。哎，姜黄粉健康的哎。对啊。你刚刚这什么？你刚刚经历整个这个柠檬汤啊，那个东南亚味道哎，印度咖喱的感觉。对啊。搞煮太好了，完蛋了！哇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小品那个锅铲已经被染，已经开始被染色了。这已经很难吃。那等一下高双剪的怎么办啊？这个是给我的。这肯定是你的。对啊，是你的。怎么掉下去？掉下去了吧？哦，气死了！哎哎，在翻锅！哎，哇！哎呦！哇！这样子的，这都跟徐阳学的，都是我教他的。哈哈哈！快锅油都要换。
老板听不懂了，油太多对我们阿兵身体不好、啊。哇，你还把它甩掉啊？去一点油菜啊！去油啊！菜包，你们等等，没有拼过，没有拼过，我们就用糖来提那个甜味，可以吗？有，有道理哦。提甜味，那个糖味，那这盐呢？盐是有点稀，有点带稀的味道。加一点盐，加点盐。好，准备好。等一下，糖跟盐都加下去，加下去了。吃一个，吃一个，会烫，会烫，小心，小心烫。如何？如何？完全就是我们当兵该吃的味道。哎呦！一根给我，我要吃这个。来来来，关我。小邓，哎，徐浪，赞对不对？怎样？怎样？就是那味道。怎样？好像可以再咸一点点。我刚刚靠近看才发现。黑到不可思议啊，它越来越黑了，怎么会越来越黑了？这个越来越黑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开灯哦，有开灯会晒，对，哦，晒黑了，紫外线啊，太皮巴，你又勾芡了，对啊，这是我秘密武器，我的比这浓啊，哇，我靠，学历开这种梗啊，好有自信哦，我现在蛮期待它味道怎么样。我刚吃有点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苦的。什么？它不咸不甜，它是苦的。要不要再多加一点啊？跟当兵的时候一样，真的是只有苦啊，很苦。但有咸，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加点糖。学弟对这道料理有信心吗？有有有，我想让蔡学长试看。我试看，我有试看，这是调味过的。哎呀，真有那荧光的感觉，好酷哦！把灯关掉会发亮。是苦的，不是学弟，你已经近乎整包下去了。那一整包其实刚刚是满满的。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哈哈是这样的，对啊。咖喱粉再加，咖喱粉再加，如何？来，班长试一下。妈煮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他妈都吃得了。我们料取出来，然后。拌着汤，然后再加水加料，有道理。哎呦，好，就这样吧，走，好走。哦，喂，学弟，学弟，学弟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稍微拿捏一下，再一点，再一点。哎，哦，干变好咸了，完蛋。靠背。谁多加盐了？自己站出来。谁多加盐了？耶，做完喽。目前我们的成果都在桌面上，大家拍一下。哎，刚刚徐长说，其实看起来不是拍这个，不是拍那个，这个不用，我们心虚了，不要拍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3、2、1，然后比说最想要吃的是哪一道，就直接说比就好。对，好，3、2、1。我们等下就把这个全部打包了，拿去公司。对，然后期待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些有一些没当过兵的老百姓。对对对，然后他们吃吃看我们军中的料。就要转场了，好，直接转场，就讲讲讲讲哦，讲讲讲讲。今天是我来压车，今天我来压车。黄老师，我们等下回去那个6535啊。黄老师，小姐，来上车上车。一二个屁呀！我来讲一下，我们通常那个。伙房啊，把饭菜送上车之后，我们就是要压车。压车的意思就是，开车的人呢，旁边副驾驶座不能没有人，一定要有4官以上等级的人坐在副驾驶座旁边。哦。啊，我以前当班长，所以我其实很常压车。班长，你的刚刚是下雨是不是？下雨是吗？你的裤子都湿了哎。没有啦，你们是什么啦？拼车，哇哇！不然跟班长讲话。Yeah， 这车太好了，这应该要德利卡才对。对啊，压车是在干嘛？好玩吗？哦，压车我其实一开始也听不懂，我觉得压车好像是爽差。压车的意思就是你那一整天都不用做任何事情，你就是一直待在伙房，就放在做好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上车，然后压车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营区是有外围的营区，有个弟兄，有个弟兄，真的，有人跑走，有个弟兄。你这个宪兵要抓了吧？在干嘛？在搞什么东西啊？开靠背。哎，注意，居然到了，到了。这个过铺看不到。反正就是压车就还蛮爽的，你就是那一整天，你就是一直待在伙房，然后把它放在送上车，然后再去。那个营区外去送饭菜，对，啊，那些营区其实就很也没什么人，他们没有伙房可以做饭菜，哦，所以我们去就陪着他们一起吃看日剧啊之类的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就看电视啊。啊，我可以讲一个，我有一次压到一个
志愿役的那个士兵，对，然后他是回役兵，回役兵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出社会一段时间，他觉得还是签下去的那一种，他就又回来，他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面给我熄火。干我吓死！干超恐怖了！哎、欸，班长洗我了！我说靠北干，这样怎样？我说干我屁事啊！我就说，我说让你发动啊，什么之类的。超恐怖的、欸！那次之后啊，我就跟那个连长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我可以超客，我不要压车，我不要压车，我就超恐怖的。来，要进餐厅哦，来听一下口令，早起，一阵，早起，来进餐厅。笑什么啊？快点啊！亲爱京城啊，我不会啊。亲爱京城，京城。等一下，后面的滴滴答答的，后面是什么？刚刚不是叫过了吗？奇怪了，有叫过吗？有啊。那等一下什么？其实有。现在跟我讲，快点，快点。没关系，那我们等一下留下来单独训练。来一路。扶车，扶车。走啊！你在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回去了、欸、吗？走了，自己先走嘞。听口令啊！跑过去了吗？听口令啊！干嘛？无头僵尸自己先飞啦！来一路，扶桑，扶桑。那你可以走，跟不可以走的逻辑差在哪里？我有点搞不懂。刚刚在等什么东西啊？等一轮咖啡啊！要那个吗？要那个吗？立定！我要自己喊的，不用自动了。哎，好，立定！来打张盘，来班长等你们啦、啊！快点啊，动作啊！拿反了啦，拿反了，拿反了！用筷子，不用筷子，你用手拿，你用手拿，你用抓菜是不是啊？学历上不起来，我学历快点，不要乱，不要乱，不要快点啦、啊！干嘛、啊？这个粘住了。讲话吗？讲话。我要讲什么？好、哦，谢谢弟兄。弟兄，谢谢弟兄。好、哦，讲的好像你才是长官一样哎！快点。后面等，后面等，后面等。谢谢弟兄。自己捞，自己捞，自己捞。谢谢弟兄、啊。你看后面弟兄多礼貌。好黑哦。好，直接放三盘，来放下去。要放不放的，直接放了啊！在干嘛？来听口令，取板凳。哎、欸，一起拿，一起拿，干嘛？要倒了，要倒了，船要沉了。好。听闻听就位口令时，先跨右脚到板凳内侧。右脚在。为什么你就是喜欢从旁边啊跨过去，跨过去啊，跨过去 啊！到底在干什么？哎，好，一样站定。我的班长安静，有一点压迫感，看不到前面。好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都是以碗就口。好，来用餐。哎呀，凶手干你屁事！干手，干手！我激动了，我激动了！班长，有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有班长！奇怪、欸，我还没讲话，我防兵反而先发口令了，太快了，太快！十八年的学长就是不一样，大的问题。直接开始吃吗？直接开始吃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兄弟。好，刚才有没有人吃那个？我先问一下，这没有整人的环节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奇怪，我觉得有一个我无法辨识的东西。你们的咖喱好水哎！可以来这边加啊，来啊，这边很多。我觉得一点点就好，我只是想加个味道，加个味道，加个味道。哦、这味道你一定喜欢啊！战场上可以选的吗？不是，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整人？没有，没有啊，凑合了啊，玩家都是健康的了。弟兄没关系，他没有很好吃。来来来，学妹，你不要抢。
都没讲你头发染成那样喽。太军阀。我先问一下，这个是因为想要模拟军中的情况，还是厨艺不佳所造成的后果？那是松露啦。松露鸡翅啊，没吃过吗？这完全是厨艺的问题，因为你看哦，它明明焦成这样了。可是内层只是勉强刚好熟而已，甚至还有一点粉红色的地方，所以就是说什么他们的油温铁定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表层焦掉，真的苦味明显到你无法忽视。有比这咖喱苦吗？咖喱算好吃哦。哎，咖喱算好吃的哦。菜怎么样？菜怎么样？鸡翅好硬咬不下去。小我在挖菜啊，我在问那个菜吃起来怎么样？张成进，小没事，小没事。菠菜味道怎么样？我咬不下去，不要再讲了，我要哭了。这个菜应该是整个餐桌里面我吃的最安心的东西。是的，你要我做吗？因为它的调味我觉得算蛮适中的，不会说太咸，还吃得出一些菠菜的苦味，然后算是有一点味，有一点韵味的一道菜了。学长肉真咬不下去啦！不要再讲了，我听到了，学妹，我知道要照顾学长的心情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菠菜很好吃。学妹很棒。我觉得咖喱也不错。都知道是谁煮的了啦。怎么样？不是，以前学长会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好像不会。哎、啊欸，我们这是什么法式餐厅啊？还要主厨出来介绍一道菜？对啊，董刷。学长，学长来，就是我的，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上等鸡翅，做的法式焦糖糖霜鸡翅。对，我觉得他连那个菜名都没办法一次完整说完。我使用的是那上等的天然木薯粉。以及那个新鲜的不是糖霜吗？不是糖霜，酱油，酱油啊，新鲜酱油，而且学长有腌过，对，我有加腌过，学长有腌过，有腌过，不好意思，你就老实说好不好吃就好了，好吃，太老实了吗？学妹，当兵不能说真话，咬不下去，我听了三次了，我真的咬不下去，吃的太苦了，学长，好啦，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用这三道菜，主要是为什么呢，学弟？学弟，因为这三道在军中最经典，鸡翅就是主食是最重要的，荧光咖喱，这是大家噩梦啊，因为洗餐盘有那个限时间。啊，那个荧光咖喱特别会咬那个餐盘，真的，对，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等一下咬完这个汤是要跟着他一起拉吗？当然，对，当然啊，你还有时间去洗啊、喔？不是没有第二个汤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还要求第二个汤碗？太扯了，还是我们？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国军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不可能洗完荧光咖喱再去盛汤，来不及了啦。天哪，我只能够去选立委改变这一切。补充一个咖喱哦、喔，这个咖喱其实跟我们之前吃到的荧光咖喱又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们特别加强了姜黄的部分。对，大量的姜黄护肝益肾，够瓜啦，够瓜啦，蛮好吃的，真的不错，居米兰，而且马铃薯炖的蛮软的，对，刚好很松软，不会烂的。当然炖的软了，而且我们刚刚喝的时候其实是蛮苦，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它其实有一种独特强烈的香料味，所以我刚刚才一直凑近在那边闻。是是，我想说跟那种外面自助餐卖的稍微有点真的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，你大家可以吃得出来，它有市售那种综合咖喱粉的感觉。是，可是还有多一点东西，青菜啊，青菜基本上就是有青菜。我们这次是用的是菠菜，没错。哦，那我们那个梗呢，先有吃到，对，有很多梗在里面，我们不会把梗丢掉的。来，喝汤，喝汤，喝汤，真的假的？就真的怀疑啊，全汤就是要这样子喝的，不然真的很好喝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真的真心推荐的。学弟来，这学弟搞了，这学弟搞。我想要把那个米全部都给抠干净了。没有，不用，直接来了。你要吃一点米才有那个感觉啊，汤泡饭啊。当兵就是这样子啊，怀疑啊。哎，可是煮的真的很刚好哎，光是看那个，这个是真的最强项，用心了，我们最有用心，最有信心，最有信心。学长怎么有毛啊？毛？毛毛不是拿起来了吗？毛毛不是拿起来了吗？不是拿起来了吗？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出来的好喝啦，因为如果今天用一般商业卖的这个绿豆汤来讲，它味道真的太淡了。可我觉得刚好哎。哎，学妹讲的不错，你学妹的，你学妹，有点悬，意外的不错。哎，等一下，学长说什么了？咖喱意外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跟刚刚味道不一样。那小欧学长要吃自己的鸡翅。
不知道是什么。耶！刚刚那个是什么药？大家有吃饱吗？对啊，大家。这个学弟学妹们，我说真的，我刚吃完啊，刚吃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啊，但我现在嘴巴有一种余味，不是很愉快。你们下次有想要吃什么吗？啊，还是军中伙食吗？欢迎啊！我讲什么了？我讲什么？他刚才讲焦味，让我不爽啊！什么焦味？没事。他是鱼味，他是鱼味。鱼味，我们下次还是交给女生煮好了。对啊，没关系吧？还是女生煮。没有，我觉得你们煮的不错啊。你还好吧？好了。讲过，怎么不跟小吴聊呢？为什么不互动呢？因为我觉得很难。讲鸡翅了，我知道，我刚刚有吃，真的很难吃啊。这次的料理可能对你们来说就太过低阶了，所以你们没办法做出真的发挥百分之百的实力。说得好，学弟懂讲。怎么样？我觉得下次你们就做一个完整的一套的这个法式这个精致料理。对，从甜菜，然后开胃菜，一路降下来到主餐。当兵有人吃，当兵有人吃法式料理？你在讲什么？可能要法国佣兵才可以吧？战场上有得选的吗？对啊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《上班不要看》啊，开启小铃铛。对，我好像很久没讲这句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啊，拜拜。洗餐盘。我们要先过那个泡沫水，过完然后再去那边冲，取前置量哦，好像就够了。欢迎啊，打过就好，欢迎啊，够了啦 ，OK 了，有泡泡了，有泡泡了，可以，过一下就好，不要卡太久啊，预算不够，赶快洗一洗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过完很干净吧？对，200个人在等啊，超干净的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早用完早休息啊。你各位的时间自己争取了。啊，如果第100根过来洗的时候是会变怎样？对，就可能就是不要吃太慢的意思，就是所以要赶快吃啊。这个三盘刀放在自己的床上的。对啊，怀疑啊，就是这样，过太久了啦，够了，后面人都要吃你的脏水啊。对啊，这还很油哎。啊？所以你要去后面洗啊。哦，过水的。有洗干净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嘞？下一餐就干净了。